台湾馆长号召网友灌爆关键时刻，对，聊天室被刷爆怒吼，这什么烂节目？我的操你妈逼啊，馆长啊，对吧？烂节目，你那个馆长是什么全台湾最低级的，熊伟更小的节目了，没水准了，他妈那个逼的长相都不像个兄弟，被他开了三枪趴地上，叫都不敢叫，我的干你老母了！下一个馆长下，你这是馆长的狗，这更低级，这是馆长的狗。好不好？哦，懂了，清楚了没有？这比馆长没水准，哦、面都不敢露。苏拉克躲在键盘后面按键盘，妈了个臭逼的王八蛋！我要操你祖宗八代！我干你老母了！那今天开始我要回应他，王上是你他妈个杂碎！我看你比馆长还没水准，你比馆长汉照还要小嘛？老子说干你娘！我跟你讲，我就修理你王上志，操你妈个臭主臭逼啊！你他妈从凤凰卫视妈共匪那边回来的货色！他是凤凰卫视的，对不对？哦，是哦他凤凰卫视杂碎嘛，对不对？我黄光芹也是一样，我的干林州骂了你两个，你们两个一起啦！我讲，我告你完以后，我要妈修理你。黄光芹他台湾怕你，对不对？我吴子嘉不怕你，我告诉你，我你妈那个逼的，你们挺猴吧？哦，对，挺猴，挺猴，挺你个猴！你找我干什么？你妈惹错人了嘛？我你他妈黄光芹跟王尚志两个都是混蛋。我这样讲，我都操你妈祖宗八代，你知道吧？两个我都要修理。我跟你讲，老子拿1000万，我拿100万，我拿1亿，干你个屌事啊！你他妈了个逼的，你吃醋还怎么样？我分你一点好不好？我分你100万，你帮我吹喇叭，我干你妈臭逼他妈的！王尚志，你他妈吹喇叭我就嫌你嘴巴臭。黄光芹来帮我吹喇叭，黄光芹我操你妈！其实很简单，你们夫妻两个一起干，不服气来跟我干。今天就告诉你们，这些磕粉，这操你妈的臭逼，对吧？就是馆长一个是谁？谁？柯文哲嘛。哦哦哦。柯文哲你妈个逼啊！柯文哲杂碎，柯文哲小丑，柯文哲拿过老子的钱，妈的老子帮过你忙，你妈放狗咬我，柯文哲什么东西啊？台大医生，要不我动在那边干，不，你如果没有当选总统，我告诉你，我本人就到你公司去，我自己，我不找别人。我吴子嘉就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我就拿个球棒打你一顿。我跟你讲，我听清楚没有？柯文哲听清楚没有？吴子嘉个人他妈的，给你选你100%落选，你落选就是个王八蛋，对不对？你现在选举有国安团队，官员走开，他妈的，老子一个人去找你打架，我感觉八人哎，干你老母几百。柯文哲，我操你妈，你知道吗？听懂没有？好。